我是 Apple 老师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一个很厉害的食物。我平常很喜欢吃虾。有吗？有。可是我觉得它都……下一集会不会说你平常喜欢吃猪肉？都会。又说我平常……可是我平常真的喜欢吃虾，海鲜类，我很喜欢吃海鲜。这虾这么小，一盘都不够我吃，所以我今天买一个超大的手臂虾。哇！我跟你讲，它这个虾，它跟我的手臂一样大。要用钱的力量。钱的力量没错，因为这一只就要500块。哇！大手笔啊，各位。那你两只就可以买一只龙虾了。那两只、欸？对耶。那干嘛不买龙虾？好像是因为海鲜的老板，因为海鲜老板推荐我这个手臂虾，大的手臂大草虾，一人吃一只就饱了吧？它会丢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它可能烤了之后会稍微像它这样卷曲，它会烤成像那样。那我就打掉去骂老板。那我们今天就打算用最传统的方式，盐烤，撒我的盐，帮我的虾子上调味。让它点点的滴滴喝家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烤我们的大虾，最大只的。现在来翻面喽。嗯，已经有点红红红通通的喽。哇，这个落差根本就是小虾。那个大虾跟我的 size 真的有像到。那这就要问你了。我现在我的虾烤好了，我的巨无霸大草虾，你看这平常就是小虾米，感觉出差别吧？我先试吃看看这个小虾米的感觉。这个小虾米比较好吃，应该是不会的。你看，剥好这么小的肉，我先剥大只的，好，我先把它的头拔开喽。哦，在滴耶，很烫啊！好险我有练过水沙掌，都在冒烟呐、啊！你看拍得到吗？有哎、欸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，流汤汁哎，很鲜甜哎！你看看我已经剥好的虾了，这大虾还在冒烟，我先试试看看这小虾。哎呦，毛哥，你都可以吃了、啊这塞牙缝都不够，而且牙不够大。不够过瘾，不够爽。那我来试试我们这个手臂大草虾。我天哪！有没有看到它的肠泥？把这肠泥去除。我先讲，它吃起来不会很柴，而且很鲜甜，不用调味就用盐带出它的鲜甜，超好吃。我现在请我老爸进来吃看看这一只大草虾。安胎炸锅，老人了哈、哦。第100公克安胎炸的虾骨，虾骨好吃吗？哇，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蛋可以吃。好的，你镜头看一下这个蛋，好多蛋哦。这只是母的呢，你看的那一只是什么的？这是算是虾膏还是蛋？啊，老人太多蛋了吧？哦，哇，老人生平第一次吃过炒虾的虾蛋，哇，太扯了，没爽。这个好、哦、比泰国虾还好吃，真的。真的好、哦、比泰国虾好吃。应该不会。它吃起来好像龙虾哦。对，对，跟龙虾一模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划算。我哦，对。可是龙虾煮一煮就小。嗯、对，龙虾只是头很大。可是我感觉这个比龙虾好吃，因为女儿烤的嘛。对呀、啊。这太 Q 弹了，真的，太棒了。哇，老人现在吃呢，蛋加肉，看什么味道好不好？哇，太大口了吧！你嘴巴伸喉咙哎，有没有很满足？太大口了，发现自己咬太大口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你一口气吃掉了400块，300多块左右，好吃吗？重点，他还在吗？他现在没有办法讲话，我也快睡着了吗？享受，
享受那个口感，慢慢吃，其实要慢慢嚼。我现在请鲁鲁米来试吃看看这个巨大虾，大只的虾。哇，你也是喉咙很深呢，太快吐了，太快吐了。哎呀，出来吃一个 SOP 啊，吃下去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吃哎，吃起来怎么样？它好扎实哦。来，老板，你讲一下你觉得怎么样？人生第一次吃过那么好吃的虾，好特别哦。哎、欸，它都好扎实哦。嗯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一盘拿去给外面的朋友吃。这把龙虾都比下去了。真的，应该独栋吧？对啊，没有，现在不是我们业务跟业主小独栋哦。我下礼拜就是要招待的，爽吗？招待的客人群。我觉得他下巴可以塞很多。哎，真的，他下巴可以吃三条。帮我试看。拿来、啊，拿过来、啊。我是不会上当的。不用拿过来啊，看多好吃，他吃完。是货，吃第二只哦。